请坐。哦，天哪，你看看你这三根头发正垂在额头上，哇，简直就是走在了潮流的尖端。单先生，怪不得您啊叫惯潮，惯潮惯潮，脑袋最潮。那还不得感谢90后咱们爷爷那代人，要不是他们整宿的沉迷于游戏网络，没完没了的加班，咱们也不至于遗传到这样一头好的秃头呀。现在大家都叫我秃鹫。我跟你说啊，沈先生，我的爷爷曾经也搞死过我，他那个时代脱发还要找人生发呢，你说好不好笑？哎呀，怎么了，地中海？沈先生啊，你要稳住啊！稳住，你说，你有一颗毛囊，它发芽了。什么？毛囊发芽了？赶紧拔了，赶紧拔了，把它扼杀在摇篮里。断几根头发没什么，要是多长出来几根，就不时尚了。嗯。啊哦，跳。先生你好，欢迎来到时尚秃头俱乐部。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这里最好的发型师是谁？哦，鄙人光明顶，相信从鄙人的发型上就可以看出我是最顶级的。师傅，嗯，救命啊！干什么呀？别讹我啊！我兜比顶都光。我得了绝症，绝症，这都是真的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多头发呀？笑死我了，笑死我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吴家世世代代头发都特别的好，就特别的茂密。尤其是我从小的头发就特别长，长得特别的快。我求求你了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因为这个我受了20多年的白眼啊。您放心啊，你别理他们。我跟您说呀，往上倒三代呢，谁家没点头发呢？是不是？您就放心吧，把您的头交给我，保证让您锃光瓦亮。我要比他还秃。哎，别着急，咱们啊先来选择一下发型。嗯，您是想要欧美绅士秃，还是东瀛武士秃，还是要具有东方韵味的少年秃？我想秃的自然，像祖传的。秃的自然，那咱们就只能用生物技术了。不管啥技术，整好。具体流程啊，就是带你玩游戏。嗯，白天做任务，通宵打副本，饿了吃泡面，渴了喝面汤，走当年我们爷爷走过的路，吃我们爸爸没有吃过的苦，打碎你的生理期，紊乱你的内分泌，忍辱负重，自然的秃。那多久能见效呢？啊，这个呀就得坚持了，大概一个星期吧。一个星期？嗯，我等不了，我等不了了。我明天就要跟我的女神见面了，她可是忠诚的时尚粉丝啊！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就要秃，这么赶呢？嗯，那咱们只能使用物理脱发了。地中海，嗯，搭把手。嗯，好。吴先生，嗯，你要稳住啊！太极生长针，先放松头皮，楚河巨钢骨。给您松松土。那咋还念成诗了呢？但是还挺舒服的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这个呀就是物理脱发，简单来说呢就是给您拔草除根，先给您的头皮啊放松放松，然后啊一根一根的从你的毛囊里薅出来。啥玩意儿？让薅我头发？那得多疼啊！男子汉怕什么？吴先生，你多大年纪了还怕疼？你看看这边的单先生，漂亮。怎么样，吴先生？那试试。好。大。啊！擦！火云邪神呐，好时尚啊！我现在已经像火云邪神了吗？吴先生，您看看。妈呀，这也太漂亮了。但是咱就没有点那种安全无痛的吗？有是有，但是我们不推荐。
你赶紧推荐啊。那就是化学脱发，用化学药水脱发，无痛感，见效快，马上用，马上脱。那赶紧用啊。哎，可是这个副作用啊，就是毛囊彻底死亡，再也长不出头发。那不正好吗？一劳永逸，对不对？赶紧整。好吧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我也不为你着想了。嗯，准备脱发。哎，追逐时尚的人实在是一种壮举，他们为自己的生活埋下了坎坷的种子。看看啊，他们为了时尚付出的也太多了，还是我们两个好，天生丽质。哎呀，你别感慨了，你再感慨我汗毛一竖又要长头发了。好了，吴先生，脱发完毕。看一下，帅，太帅了。我喜欢你，我想好了，嗯，我要给你们做面锦旗，辣手回春，恩同父母。看我现在的秃头，我都觉得脑袋比以前灵光了。哎，我要地山老师，地山老师，您对潮流的看法非常的权威，所以就您来看，今年将流行什么样的秃头发型呢？从我身上就看出来了，今年的时尚界重新流行起了复古风，流行了数十年的秃头已经走下时尚舞台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茂密性感的长发。有头发的人们，你们的春天到了。非常感谢。光师傅，嗯，我的长发还能换回来不？来不及了，你教科书式的长发永世长辞了。地师傅，嗯，我那颗毛囊还活着吗？他死得透透的啦。哦，地中海，嗯，看来咱们要恢复咱们家的老本行了。